马来西亚第三波第二阶段的疫情已经导致国内各大政府医院频频传出加护病房不够床位的坏消息。卫生部也上载了不少加护病房里医护人员忙得焦头烂额，以及病患全身插满管子照片和影片，希望可以借此警惕民众好好防疫，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其实我是很服了手臂，我是很少去剧场，只是那一次一次剧场就确诊了。我是去一个迪呢，然后我其中一个朋友呢，其实他是 contact me， 他就没有跟我们说，过后他就跟我们全部讲说他已经确诊了，所以我就去 test， 那时候是 negative。那你知道星期一的时候就开始骨骼酸痛，然后就开始发烧，然后我又再去做多一次 PCR test positive， 就是第一天到第三次没有任何的 那些症状，只是咳嗽发烧，可是到第七天凌晨两点的时候开始觉得呼吸困难，他们就送我去方舱医院，那边的护士跟医生在抢救我，大概半个小时他们就把我送进去 ICU。 当我要插管这之前，医生他就给我视频，当我看到我老婆跟小孩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眼泪一直流，我老婆也讲不了话，我的大儿子他就跟我说了两句话，爸爸你好了没有，你几时出院，然后我就问自己了，难道你要让两个小孩没着没有父亲的陪伴成长，我一定要打赢这个病毒，不管什么情况我都一定要醒回来。第二天的时候我的发炎指数还很高，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发炎指数也开始降了。第四天的时候给我洗根拔管，我的肺有受损，已经纤维化大概是 27%， 他们会给你一些仪器来训练我的肺，慢慢的把肺活量给提高起来。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喝酒，我是没三高了，可是还是那么严重，希望就是说年轻人其实你们的要保护的自己跟家里的那些老人家，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那么自私，真的确诊的话或是 contact B 请自我隔离。